金手指数位和类比信号的输出。那我们这一章的范例是使用金手指 P1 甲位做 output， 啊，一个是做这个是数位的输出，那我们这边做类比的输出，那类比的输出我们采用的是呼吸灯的方式。好，我们先来看数位输出。数位输出的话，我们先告诉系统说我们要用 P1， 它是 output， 然后 digital write P1 高跟低，它就会做闪灯。好，我们把它输入写入，写入的时候我们来看这里，我们的接法是好 P1 正极，然后我们要接的是这边是 GND，然后这个黄灯是我们第三条线，就 S 信号，所以我们控制的是黄灯明灭，这是黄灯的明灭，这样子就可以做数位信号的输出。那类比的信号的这呼吸灯的做法，那我们用的是 LED write 这个一个函数去做，那我们从0到255把它写入。那最前面我们有设一些，像这个是变数，好，那在 setup 里面我们告诉他说 LED setup 我们要用这三个函数去做，那启动的是 P1 这一个角位，那加上它的一个这个 LED 的 channel 这个参数，那我们做0到 255， 然后 delay 每0.07微秒，只有7微秒的暂停，所以它就会慢慢亮，然后慢慢熄。好，呼吸灯的做法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这是类比信号的输出，这个是数位信号的输出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数位类比信号直接使用金手指输出。